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电视机前的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棋牌乐。又是新的一周了，我们照例呢还是会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棋讯、最有趣的话题和最精彩的对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节目导示。本周焦点，第17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开战，中国队55人出赛。经典赏析，王源八段继续为您带来围棋古典名著《樊宇要术总决》。名局精解，王一辉七段和陈莹初段为您详解第17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严欢三段力克韩国赵汉成九段的精彩对局。本周第17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是在韩国的首尔拉开了战幕，中国队呢这次是组成了55人的强大阵容出征。本届 LG 杯共有353人参加了综合预选，其中韩国队241人，中国队55人，日本队44人，中华台北队13人。比赛每方用时3小时，最后5分钟读秒，冠军奖金是2.5亿韩元，约合138万元人民币，亚军奖金呢是8000万韩元，约合44万元人民币。上届冠军是我国小将姜维杰九段。在几场中韩之间的焦点对局中，中国年轻棋手表现不俗，其中严欢三段战胜了韩国的赵汉成九段，李康六段淘汰了朴永训九段。在一场女子的对决中，小将陈一鸣力克韩国一姐朴智恩九段，为中国队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好了，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为我们继续详解围棋古典名著《樊宇要术总决》。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各位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品读诗乡下的《樊宇要术总决》。那么今天要学的两句话呢，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念一下。滚打包收拘紧闭，反敲盘度并易防。这个滚打包收，我们广大的棋友下棋的时候肯定知道，这就是啊，利用对方气紧啊，一气给他一搓啊，一滚啊，这个非常爽，很解气，滚打包收。还有呢，叫做反敲啊，反敲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反敲盘度。那么待会儿会给大家说到这些棋形，但是我觉得呢，这两种状况两句话诗乡下实际上说的，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说到这几种手段，滚打包收、反敲盘度哈，我体会他老人家更多的是强调要提升我们这个广大的围棋爱好者，我们的棋友啊，看待棋子他的一种境界，是一种什么境界呢？我先给大家用语言把这个我的感受报告一下。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棋友这个下围棋，它要随着棋力的进步、境界的提升啊，才会有一些观念，看待棋的观念的变化。你比方说吃子这个概念，我就相信今天看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广大这个棋友当中的一部分，一定是说到吃子，哎呀，恨不得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就特别喜欢吃子。我说这个可能啊，我们有些朋友会有共鸣的。一说到吃子就非常来劲，而且呢，他就，乐此不疲。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吃子，好像下棋就是为了吃子，两个子、三个子都是吃，那么胃口特别好，就让我想起呢，就像这也是正常现象啊，就像我想起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嗷嗷待哺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肚子饿了就张嘴就想吃，这是一种本能。下围棋也是。当你水平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有每一个阶段的本能。如果有水平不太高的棋友，那么大家对吃子是非常有兴趣的。那诗乡下说的这个叫做滚打包收拘紧闭啊，叫做反敲盘度并易防，这两句话说的实际上就是想要提升我们，就是早一点摆脱对于棋子想吃子的，或者这种一盘大餐放在这对我们的诱惑。我觉得是不是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行，我们还是要结合棋力，请大家看棋盘。因为我就在学习诗乡下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啊，在我刚刚进成都棋校的时候，进去之后啊，下的一个特殊的棋力。这个我进棋校呢，是进成都棋校是1974年，
屈指算来啊，38年都过去了。这个就想起了那句诗，毛主席的诗词叫做“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呢。很好，那么当时啊，我进去之后，我14岁，进奇校。实际上，现在好多14岁的小朋友，14岁多一点的，他们已经可以击败世界冠军了。所以这个时代真是，完全是变了啊，变得很快。他是拐这个，这个是小雪崩定式，这个也算是一个趣谈啊。小雪崩的定式，那么白棋下一招虎，按理说嘛，黑棋下一招要么就叫吃，要么就靠住。结果呢，在当时下这盘棋啊，我的对手啊，进入成都七校之后啊，他下的是这个挺头。哎，我一看这四个棋子在外边不是很好吗？因为当时啊，并不懂得这个所谓小雪崩的定式，或者说呢，懂得的也没有吃透。下成这样之后，再一看呢，嘿，这不是可以断掉它吗？于是呢，当时下这个白棋的我就把人家断掉了。当然，接下去呢，就出现了惨案，这个就叫滚打包收啊！请大家看棋盘。这个是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当中的99%的棋友都会下得，这一下全部卷光了。因为看到诗乡下的这个滚打包收，虚紧闭啊，居紧闭，这个反敲盘度并一方，所以产生了这个联想，在这也给大家报告一下，什么叫滚打包收呢？这个棋形就叫滚打包收。如果你还要接的话，对不起，哦呦，越死越多，这怎么受得了啊？这是过去我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啊。行，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滚打包收并一方。那么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到啊，刚才这个棋形告诉大家，滚打包收啊，它就是扑进去之后，扑进去之后送给对方吃一个子，然后利用气劲把它全部卷心菜给它卷起来。滚打包收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么它的内涵就是说呢，大家对于吃子啊，不要这么在意。有些时候人家扑进来，你不得已吃掉它，结果你自己还越死越多。我觉得如果对这种棋形有这样的认识的话呢，可以提升我们平常下棋的时候注意，当达到高水准的时候啊，这些高手不是他下棋不是以吃子作为衡量的标准的，哎，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请大家再看棋盘，我还是要用棋力来说，滚打包收叫做居紧闭呀。比方说还有一个就叫做反敲盘度，先看这个盘度吧，请大家看棋盘啊。我们假设这个棋盘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基本的棋形，所谓反敲盘度。盘度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涉及到一个吃子的问题啊。假设是这样，假设呢是这样，就把它吃掉了。这会儿我们就发现很显然啊，这两个子竖下去，这两个黑子看上去被切断就死掉了嘛。哎，你如果要挡收官嘛，他下一步一立就死掉了。你要在脚上出棋呢，他下一步一立又，也活不了脚上。但是呢，他恰恰怪这个地方有一个盘度的手段，这个盘度呢就是利用死子，鼻子上一顶，以下的变化我们的棋友可以自己品味。这一顶呢，黑棋就已经把全村都连成一片啊，也可以说是胜利大逃亡，黑棋就可以全部连回家。不仅如此，待会儿还扑啊，还可以扑白棋，等于是你走什么都没用了，他倒是挡住了，全部都给你挡住了，你必须去吃了，然后他还可以很幽默的扑你一下。这个扑也属于滚打包收的范畴。哎呦，他还可以扑你一下，你要提哎呦，他还可以度过，行，这样他已经胜利大逃亡。我们再看白棋这一块，得吃了两个子的地方，怎么还不一定有一只眼呢？哎，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叫做盘度啊，也跟滚打包收相关。我觉得呢，这两句话我们确实是要把它联系起来看，叫做滚打包收居紧闭啊，然后反敲盘度并一防。就是都要注意防，但是更重要的，我重复一下，还是对于吃子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死掉的棋子可以有废物的利用，同时呢，有些棋子你可以送给对方吃，与此同时呢，我们大家平常下棋不要以吃子，不要完全以吃子为乐，要快一点超越这个阶段，我们要长大，有的时候肚子饿了可以忍一忍，如果做到这一点呢，棋力就提高了。下边呢，再看一个反敲的这么一个例子。请大家看棋盘，这样的棋例呢，也是我们大家下棋的当中啊，下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啊。
什么叫反敲呢？你比方说在某一种情况下，黑棋这边是有星位加拆边，那么在某一种情况下白棋来挂角，这个很正常。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定式单关跳或者一间加之外，在某一种情况下还可以罚站，就是这个扎丁，他把角上的实控护住。好，下到这儿呢，精彩的故事就出来了。白棋呢现在不要进去，因为这个子还没安顿好，所以总是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拆二。接下来呢，他就等黑棋出牌。黑棋这块棋需要出牌，他怎么经营呢？如果仅仅是这样把它跳连上的话呢，好像刚才这个扎丁这招棋的追求啊就庸俗化了。不是说不好，稍微有点庸俗，就相当于他挂你跳，他拆回去，现在你去收了这个官子，当然这个官子很大，也许当时盘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所以黑棋作为对效率的追求，他下一招是要盖这个头，盖这个头。当然白棋盖的时候不能无条件的退，这一退就等于你被人家先手把头摁下去了，所以你的下一招棋呢叫头软虚扳。诗乡下同样也是在樊玉要素总结当中教过我们头软虚扳。如果是头硬嘛，你当然这个就不要扳了，人家都是硬头了，铁头了，所以头软虚扳。扳的时候呢，黑棋下一招这个棋不要长，什么时候压了要长呢？就是你压长完了之后，对方有一个断点的时候，你才要压长。比方说刚才他这个子在这儿，你要扩张这块黑棋的势力，你就可以压了要长，因为下一步还有一个断。而在没有断的时候压完了就不要长，不要长怎么办呢？就是连扳，给他施加压力，想借力经营这边啊。接着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啊，这个定型也经常可以看到的。这会儿呢，白棋这个叫吃就是白来的利益，看上去是白来的利益，他要叫吃，他把你照着鱼形的方向叫吃，你接上，然后白棋再来选择退，他最潇洒的还可以长啊，还可以长，就弃掉这个子经营外边。这会儿就出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反敲，这个就叫反敲。在我们中国古棋的这些高手当中啊，诗乡下、范希平，还有在他们之前的黄龙士、徐新友，他们，我觉得他们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对于每一个棋子它的能量、它的活力的认识啊，基本上都是入木三分呢、啊，这个透视力都是很强的。所以，请大家看棋盘啊，像这样的反敲的手段啊，他们运用起来是非常娴熟的。你想让他唯唯诺诺的、效率很低的去粘这些，不可能。所以他非常强调这个反敲。那么反敲它的内涵，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以一个子的生死存亡为念。你看他叫吃嘛，他明明他可以接的，他不接啊，他让你吃啊，吃完了之后他再紧紧给你闷住，这个就叫反敲。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是否恋子、是否以吃子为乐这个角度来理解诗乡下这两句话呢，相信大家肯定可以有很多的收获啊。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还要把这个话题再稍微延伸一下啊。我们看棋盘，就来说明一下围棋盘上它有些精彩故事是怎么出现的。好，请大家现在看棋盘，假设反敲之后下成这样啊，给大家摆一摆。你叫吃的时候，它要反敲啊，这个要反敲，反敲完了之后再叫吃。好，接着白棋怕打劫要接上，黑棋再一接，可不是吗？黑棋这块棋比我们刚才这个不作为的经营方式效率显然高多了。但是呢，这个话题就放在这儿。这个劫啊，白棋现在当然是不能打的，因为你一打人家六亲不认，给你全部抓花了，哪怕接上你都碎了，出其无劫嘛。但是假如在某一种情况下有劫财呢，请大家看，如果左下角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啊，这个是这样吧，这样给大家说，假设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这个定式是我们大家见惯不惊的啊，这个是已经见了很多很多遍的著名的角上的定式。假设很自然的盘上就有这个定式，我们知道这个定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白棋有几枚劫财，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个劫财呢白棋是损的，所以这个劫财什么时候用呢？一定是刺刀见红的时候才能用，不然你损了，本来你有逼住，是不是啊？甚至待会儿还有拖还有碰，但是你这一冲当然把这些手段都没了，将来说不定逼住了还有透点，
所以这招棋这个劫财是损的。问题是现在是不是刺刀见红的时候？我们看看，假设是这样的局面，白棋在这抡这个劫的话，这个盘上的故事就太精彩了。黑棋万万不能忍受白棋拔成这样，那么刚才他这个反敲所带来的麻烦就无穷无尽。但同时呢，他又不能扩大事态，扩大到这儿，被人家打到这儿，这儿有劫财，这个冲下来的劫财的价值基本上在50目以上。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评估，这个冲完了再竖下来，它的价值是50目开外啊。但问题是，真的出现这个劫，这个劫接下去将怎么转换，怎么评估？你比方说白棋叫吃，黑棋提掉，白棋再一冲，这会儿黑棋当然要挡上，白棋提，黑棋下一招火了，干脆把这个长出来，白棋再来抡这个，哎呦，这个棋请各位看看，不一定说哪一方就绝对不行啊，但是带来很多趣味。摆这个图呢，主要是给大家展示围棋的趣味。那么它的歌呢，当然还是在说这个反敲这个手段哈。无论是十项下的繁育要素总结，还是有的时候我说到这个主题啊，忍不住把这个主题再延伸一点，总是想给我们大家报告围棋盘上的精彩啊。今天这个精彩故事呢，我就不做结论，也不讲完了。各位棋友呢，刚才看完之后记得一点点呢，请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在棋盘上摆一摆，围棋盘上是变化无穷的。好，今天关于十项下繁育要素总结的这两句话的学习呢，就先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你。感谢王渊八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下面呢，我们要请上的是王玉辉棋段和陈莹初段，他们将为我们讲解的是第17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我们的小将严欢三段对阵赵汉成九段的精彩对局。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17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预选的半决赛，是由我们中国的严欢三段对阵韩国的赵汉成九段。其实经常关注围棋的棋友们应该都对赵汉成九段比较了解了啊。他不仅在韩国呢是一位比较有名的职业棋手，在中国呢他也是去年的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的冠军队伍的一个主力啊，是代表辽宁队的外援。而且赵汉成九段呢曾经两次向中国的这个受灾的地区呢捐过款，并且呢他也由于他这个壮举善举呢被我们中国的百灵集团就是诚邀为今年的百灵杯的这个特邀的一位职业棋手。应该说赵汉成九段还是非常在中国呢还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位棋手。对，好像我们中国棋手呢也都非常的喜爱他嘛，就是每次他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棋友啊也都特别是他的朋友也很多看他，他在中国的朋友也很多那我们一边来摆棋一边来说啊。好好好，这个，那我们慢慢的来给大家介绍严欢，因为其实严欢呢在我们棋迷的心目中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名字。对，严欢呢是91年出生，今年也才20出头啊。对，他在围甲里的这个上场机会也并不是特别多，但实际上呢这些90后的这批棋手呢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啊。即便是像赵汉成这样成名已久的高手，在面对我们国内的这些90后的小将的时候呢，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啊。对，而且呢现在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啊，就会看到有更多更年轻的小棋手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比如说之前呢是党一飞，是啊，党一飞很厉害，最近14连胜国际赛场上。是，然后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严欢，经常呢会有一些陌生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让我们大家眼前一亮。是，我们来看这盘棋，赵汉成的黑棋采用了这个星无忧角的布局。严欢这个第六手棋我觉得很多棋友可能不会陌生哦。这手棋呢在去年我们做过几次节目的这个过程中啊，我发现古力九段特别爱下这个开局，是吧？对，这个其中有一盘比较重要的比赛，古力九段在去年的年底的三星杯的决赛里呢和韩国的袁胜珍九段，其中第二盘棋当古力直白的时候，他就是使用了这样的布局。在国内的联赛里啊或者其他的比赛里，古力九段使出这样的布局那就更多了啊。我记得去年的一段时间他几乎拿白棋，只要对手下出这个星无忧角，他就第六手就走在这个地柴，很有意思。看来呢严欢呢也是经常会打谱学习，所以说这个布局自然呢也是在他们的研究的范围之内。
黑棋这个挂了小飞再拆二呢，应该是非常普通的一步应对啊。那这手棋呢，在我刚才提到的那盘棋里，就是去年年底的三千杯决赛第二局里呢，执黑棋的袁胜珍也采用了这个类似的开局。那盘棋古力是下在哪儿？古力是挂角。古力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挂角的方法啊。然后那盘棋袁胜珍是砸丁，然后黑棋拆三啊，白棋拆三，黑棋打入。我们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这盘棋是这么下的，很有趣。对这个棋呢，在当场的职业棋手来看啊，都还是觉得黑棋的效率偏低，所以支持白棋的人呢要更多一点。嗯嗯，尤其是对，尤其是这个子的位置实际上并不好，这个子的位置如果能在这儿，哪怕在这儿呢，这个棋黑棋也都还可以接受。这个字在砸丁的这个位置上底下没有守住木、啊、后来被白棋点在这里呢，就很轻松的把这块空就给破掉了。哎，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棋反正慢慢的大家采用的就少了，采用的就少了。当然白棋这个如果挂角呢，采用古力以前下过的这个挂角呢，肯定是很正常的一种选择啊。这盘棋延欢呢没有这么下，对他的手脚、我看现在更多的、大家都特别喜欢守这样的星位角。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以前反正大家都觉得这个星位角啊守起来没有无忧角效率高、所以呢星位呢大家都不愿意去守角，喜欢去挂角。那现在呢更多的棋手喜欢这个星位守一个角，这是为什么呀？对，现在我也在思索这些问题啊、就是我们以前学棋的经常听到的一些定论型的东西啊、现在好像变得都不是那么牢固了。以前在我们脑子里应该说是牢牢地沁入脑海，应该是那种信条式的东西，现在好像都在遭受挑战。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个道理。还有呢，这个棋从布局的角度来说啊，黑棋的形势因为多一手棋嘛，实际上黑棋的形势是比白棋更大的。嗯，理论上来说白棋跟黑棋去对围呢，这个不划算啊。像这个你守一个角他也守一个角，他的形势是比你大，那像这种挂角应该是定势，就不用考虑什么，就直接走就完了。包括以前也有人下过。哎，但是现在九零后的这批年轻的棋手啊，跟社会上就是同龄的这种年轻人呢也差不多，就是在他们脑海中的那种根深蒂固像牢不可破的东西啊，实际上是比较少的。他们善于挑战，就是你们以前说的那些东西那些经验啊，你不要跟我脑子里灌输很多，他更善于思考自己的东西。像这种小飞呢，你要是仔细的去剖析他的各种的道理啊，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得肯定这是一部还不错的棋都在这里、然后呢包含了年轻人的这种朝气。当然这部棋是不是一定比这个更好，那就这种横向的比较不太好比较、对，所以呢我们从这部棋里更能看出的是年轻人的这种朝气。就是当然这手棋呢确实也是如果让我下我可能不会下在这里，我可能会下更平稳的这种挂角、但他们下出来我觉得也看上去很赏心悦目，也是不错。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时代有关系。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学棋的时候，老师呢都是讲这个棋应该这么下，这个棋必须这样下。是，所以就是现在呢，好像这些老师就慢慢的就没有讲哪手棋应该走哪儿，必须走哪儿。好像现在就更多的是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思考的空间。你这个有这个道理，你走这个呢也可以，只要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去尝试。是，这个其实也是围棋的魅力所在、啊。我们来继续看黑棋也守角。对，大飞守角，然后白棋就是在尖，这个、好像自己走自己的。这个尖倒也还好吧，这个尖因为黑棋拆这个也是确实是要拆的了。如果白棋要下的话，很可能白棋拆。白棋拆黑棋在这里去请消活一块呢，白棋可能觉得也未必划算。嗯啊，这两手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见和。那从这两手棋小飞在尖来看呢，就是严欢确实是比较喜欢实地，不管你外面的形势有多么的可观，他先把自己的实地给牢牢的围住啊，是应该比较偏好实地的棋手。对，不过现在呢看到这样的一个形势啊，我觉得黑棋感觉全局下开了，是白棋呢都停留在这一面，是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这个怎么破坏它这个模样，会不会就变得有点难了呢？确实黑棋的形势比较生动，但是呢也还好。现在如果黑棋这个子能够放在这里的话呢就更好了。如果这个棋是这样的话，黑棋感觉更生动一点。好在这个棋黑棋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低位、是比较低位的。然后呢白棋在这里呢有一个好点，哎，掉这个确实是还不错的一手棋。
应该说严欢下出这手棋呢，还是在布局上确实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啊，确实是好棋。这手棋在类似于这样的局面下呢，如果不掉这个啊，最常见的就是点三三层脱角，因为你直接打入肯定不太好嘛，太沉重了啊。对。但是这个局面如果点三三呢，又太早。点三三，对，我觉得好像也有点不太满意。嗯、对，如果点三三的话，这个棋白棋就算能够活一个角，这黑棋。对，就算只要先手活一个角，我觉得周围。这个棋确实是被黑棋下的太厚了。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角呢，肯定是可以活的，嗯。啊、嗯，对，大概是这样，嗯，接上，然后吃，哎，就算下成这样的话，外面白棋将来着手点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狭窄了，嗯，未来的棋不太好下啊，黑棋很生动很可观，所以这个点三三呢是不划算的，对，这个太早的点角总是不愿意、嗯、好像我们那个时候都说如果点角之前争取这边先吊着一个然后再点角，这是最理想的。其实黑白棋实战的这个吊呢想法也很简单，他就吃准了你不太可能会围控、嗯、你围控的上面压一下再点三三再下成刚才那个活角的局面呢，那白棋就太好了，外面吊到这两下便宜好多好多啊、嗯、哎，这个是白棋最如意的一个想法，但黑棋确实也不太可能走这个，对，根本就不怕他去围。嗯，当我们如果棋友们拿白棋下这个局面的时候啊，你如果下这个吊，这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注意不怕他围控。如果这个棋是这样的棋，那这个还吊不吊呢？这要考虑了，这要考虑了。人家飞过来以后，很可能你脚上就没有棋了。对、啊，所以这个局面下确实吊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走这个。嗯，但是这棋啊也有点意思。嗯，那黑棋应该走哪儿呢？陈英，如果是你下，你觉得会下哪里？下这儿吧，好像这个一般来讲棋形在这边、嗯、对，这手棋呢这个小尖啊看上去很稳重，有点缓啊，甚至有点缓，但是确实是这个局面下的正形，就这手棋呢需要棋友们牢牢地记在脑海里，当对手掉的时候你又不能围控，别的地方不好下的时候，就是冷静的小尖、嗯、这手棋小尖虽然很缓但是极厚无比啊，这手棋应该我觉得也是当前局面下黑棋应该采用的一手棋。那白棋会继续走吗？对，白棋如果继续走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封锁线啊，这个封锁线对外面来说是非常薄非常薄的，黑棋将来就有跨。对啊，现在哪怕黑棋就这边随便走一走，这个地方白棋再走都很难走后。嗯，因为如果你不下的话，白棋这个地方一手棋随便飞的长过来， 对、嗯、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厚了。黑棋如果能够交换到这一下，再在外面随便走别的棋，比如说走这个或者往中间跳一个，这也可以。这将来的靠段呢，始终是白棋的一个心病，嗯，这是白棋的弱点。所以当前局面下，黑棋最佳的一手啊，应该走这个，应该走这个。实战黑棋呢，赵汉成选的是这个小尖，这个不赞同，这是坏棋。这手棋小尖是坏棋。实际上尖的时候，白棋如果不走这个的话，白棋就是靠了，这个靠也是常用的一个定型。哎，黑棋就爬，这个没关系。对，爬完之后跳出来就行了吧？对，他跳这个，你可以跳，你也可以再尖也可以，再尖也可以，或跳出来也可以、嗯。这个头只要能出来呢，白棋这边的发展就基本上被黑棋给限制住了。对，嗯。所以他实战呢，赵汉成他可能不知道，他这手棋他应该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没有采用啊，他可能就想的简单了，他想了这个的话不是。怕白棋点三三吗？嗯，那我就先把角守住。哎、那个了，对，尖这个这手棋有点问题。这手棋确实很大，就从实力的看法来说呢，确实很大。嗯、但是这时候应该更顾及上面，更顾及上面。现在白棋如果就这么普通的飞过来啊，这个黑棋还是挺难下的。觉得白棋如果就那么普通飞的长，这时候别压了，压怕它冲、嗯，就长。贴你就扳住，这倒没事儿啊。这个头对黑棋是出不来的，黑棋是出不来的、嗯。黑棋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视觉效果啊。其实白棋这个地方的这个潜力呢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广阔。嗯、而且黑棋这个地方的形状，由于是软头啊，在这边其实都是欠着棋的，以后起码白棋这边飞起来都有先手味道啊。所以黑棋这个地方呢，如果被白棋这样一手棋封住，应该是不太满意。对，这个形状相比刚才白棋已经厚了挺多了、嗯、黑棋再冲击起来其实已经很麻烦了。对，这个不太满意。那实战呢，严欢在这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想法，他是点的这个。这个。啊，点这个。他是不是想挡了之后靠下来呢，对，然后再虎一下。是，我也觉得有可能、嗯。如果黑棋是这么跟着硬的话，这个这是白棋最开心的一个棋。只有接然后再尝一下。对，那这个图太满意了。你还得爬。
还得发，那就是这地方哪怕再补一个也可以，就算不补黑棋也不好下了，白棋山就可以走上面了，继续去围这个中央。那这个定型呢，就由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的后手啊变成先手了，而且还把黑棋都压缩到二路去。二路，对、啊，这个很开心。如果这么下很开心，但是恐怕很难走成他所预想的这个局面。有点太贪心了、嗯，我觉得就算人家这个挡住靠一个的时候，黑棋恐怕也要会想办法反击了。对，其实挡你靠的时候，估计黑棋已经要虎出来了，已经不太可能再在二路爬了。对、嗯，因为这个靠也是亏损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颜回可能觉得点他走这个时候他还是长，他可能觉得让你这个子呢换一个位置啊，可能更好一点，这也是有可能的。嗯，这也是有可能。但是他这个点呢，确实黑棋要反击。黑棋实战这种赵汉成这么强实力的一位棋手，他也不太可能老老实实在三路跟着硬，他这个反击的可能性非常大。要我下的话，我的第一感也是从这边靠出来反击。啊，也要靠出来。对。不过其实这个挡下来也挺诱人的这个地方。嗯。转换了。再补一个。对，我再补一个。嗯、再补一个，他也补一个，全局生动。这个确实难说，如果白棋真的采用这样的转换方法呢，也不能说黑棋就一定好，因为白棋这个地方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挺实惠的、非常实惠，非常实惠。像尤其像这种棋都是白棋，如果能这么高的效率围住一个角，效率已经很高了啊，已经很高了。然后黑棋这还损了两下，对，确实如果这么下的话，黑棋很好，白棋在实力上很好，但是黑棋这边全局的配合也不错，这个大飞小尖，包括这 boss 一个字。各取所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各取所需。嗯，但是白棋这时候他也没敢这么下，白棋也没敢下，他还是有点害怕，还是跟着硬了、但是这么跟着一硬呢，这个棋白棋有问题了。这种棋啊，就是你点的时候啊，如果你敢点别人，对手不硬、你一定要敢于冲下去。如果对手不硬，你又不敢冲，那这棋气势上好像已经软了，而且是严重的属于这种前后的意图啊不连贯。嗯，大家都知道，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前后意图不连贯呢是大忌讳，比较忌讳的、大忌讳之一。像这个棋，你本来你是期待人家走完了以后你长进来把人家全封住，现在即便是黑棋上面补一个，你也不太可能像刚才似的封得那么的完美了，是吧？嗯，这个对于白棋来说，而且这个就白损进去了。对，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已经是严重的气势上的损失啊。嗯，那这盘棋黑棋是继续往外拐，这也很凶，这个拐也很凶，这个拐现在白棋可能更不敢往下冲了。现在白棋如果往下冲的话，黑棋虎这个，你大概还得走，你大概还得走。嗯，然后他这么再飞过来或者点在这儿，这个三个子比刚才还沉重，这个要被攻起来的话也确实是白棋很苦，攻着攻着黑棋外面可能就膨胀起来了，因为这边已经走重了嘛，走重了这个白棋就更不敢往下冲了。所以说这个棋白棋下到目前为止有问题，白棋有问题，他先、白棋黑棋先飞了一个啊，飞一个，其实飞一个棋，嗯，现在这个棋这样，反正这两也差不错啊。不过你如果直接拐的话，白棋肯定不在这边走啊、我想他是不是走一个跳出来？反正这个头只要黑棋能够伸出来的话，白棋应该就不太满意，因为白棋掉这个黑棋这手棋价值很大啊。这时候其实很有实际价值的，白棋如果不能在这条封锁线上就是把黑棋给压到二三路啊，这个让黑棋出中央的头，白棋就不划算了，这中央头一出，白棋这边的发展的潜力全没有了，这损失是非常大的、不过我好像似乎看懂了，如果直接拐搬住怎么办呢、搬的话就断掉、搬就搬也没关系，那我就断了，断就冲打一下，长对就贴出来啊，就这样作战、这个作战其实白棋也是非常危险的，外面黑棋太厚了，我在家里研究的时候，我觉得黑棋其实应该单拐，这个飞刺没有什么太大必要，这个飞刺贴你再拐的时候，实际上陈莹以你的理论，他如果继续搬你怎么办呢？他还是可以搬，然后你这两个你就亏了，这两个没起到作用，你亏了啊。实际上，但是这个时候搬你走这个，吃一下接上，即便是这样，黑棋再打出来以后呢，白棋这个作战前景还是不利。这个作战前景对于白棋来说还是非常的风险，因为黑棋下一手长基本上是先手，你不太可能忍受他这个搂包，对啊，那这个点肯定是亏的，因为本身你这个单贴还有先手味道，是，那如果只有从这边吃的话，那这个点确实没必要，我在想会不会好像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对，他这个飞点呢确实也是一种障眼法，就是对于黑棋来说呢，只要强烈要求能够把头拐出来，这个棋就可以知足，可以知足。白棋长，这个时候对于白棋来说棋稍微有点难下了，黑棋这长也很凶，现在白棋还是不敢贴，就是白棋只要这个棋第一时间没有冲下来啊，
以后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就没机会、啊、这边越走越重了，对，被人飞过来。因为黑棋这个虎啊基本上是先手，现在这个虎也是先手，否则的话底下一搬一并，这个白棋就没有棋下了，白棋就崩溃了啊。那这个虎如果还是先手，你还要补棋的话，这飞过来这三个快死了，这比一开始的那个图黑棋对比那个转换要，对啊，黑棋会更舒服、嗯、对。所以这个棋呢对于白棋来说啊，白棋长，黑棋挺头，白棋这时候只有往下靠了。但是如果是从这么看来说呢，这个飞点的这个效果啊没走出来，对，这一靠人家一手棋、嗯、等于说是一子两用，对，正好都补上了，然后白棋往外跳。哎，这个棋到现在啊要停一下，要停一下，这个棋、嗯，从现在开始这盘棋啊就是比较有说头的地方就开始来了。走到这儿我们先不往下摆啊，陈英，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嗯、在一盘棋的各种的这个时机和这个技术环节上啊、嗯、你觉得什么最难？比如说布局啊，中盘啊，官子进攻啊，防守啊，还有这种指孤啊什么的，这些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最不擅长下什么？ 我如果是我的话、嗯、我最不擅长就是进攻、嗯、因为我觉得啊进攻啊特别舒服、嗯、就是经常下了几手之后，但突然间回头一数目的时候发现，哎，自己为什么目不够了呢？哎，所以说我在进攻的时候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对，但防守好像我觉得还好像相对容易一点。 嗯确实是、嗯、因为进攻是主动性的嘛，你要挑选一个好的时机，好的地点，还要下出好的手段，是吧？这是三要素。这个其实三要素在很多地方都用得到，叫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嗯、啊，这就是三要素。那进攻由于你要主动的去选择这个三要素，那这个难度当然很大。当你防守，尤其是当然别人追着你的大龙要杀你的时候，你就一门心思就东跑西跑就完了。对，被动防守就好了，这时候反而容易啊。那这盘棋呢，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啊？这盘棋实际上赵汉成他在这个进攻的环节呢处理得非常的不好，而且他处理的这种不好呢，很多地方可以被我们用来当成反面教材来给棋友们来做一个讲解啊，争取能够变成棋友们自己的这种水平提高的一个途径。我们来看啊，实际上你刚才说的这东西也是我心里想的，就我觉得这个进攻也是非常难。经常我们听到有一些高手说话，什么不攻不活，一攻十不活，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有必然性的，就一定是在进攻方没有选择好时间地点和手段，一定是没有选择好，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比较悲催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哎，现在我们看这个棋，黑棋的实战的这一手棋呢，它是镇在天元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都觉得这个入府争正面镇神头都是好点、嗯、好点，而且气势汹汹 对吧，气势汹汹。但是这手棋呢就是应该讲是黑棋到目前为止下出的第一步坏棋，而这步坏棋呢就是他选错了攻击的时机和对象，这是他的一个犯错误的一个原则。这手棋黑棋呢应该稳健的先在这里搬、啊、走到这儿。对，这手棋价值非常大。这个能说是进攻吗、嗯、我怎么觉得像防守了呢？防守即进攻，进攻即防守，其实往往就是这样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嗯，要但是要想进攻呢要先防守好自己，这句话你记住了，很多时候都要用得着的、嗯、自己立足未稳的时候就想去攻别人啊，这很风险很大。我们都知道在围棋十绝里有著名的一绝叫做攻比固我。嗯，实际上最近我也在做这些围棋十绝的总结的工作啊。在这个总结的过程中呢，其实刚才的道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都很容易说出来，很多棋友们甚至于可能业余初段业余二段的棋友们都能够知道，但是一下起棋来的时候都忘了。对，特别容易。像这种棋呢，这个阵啊看上去气势汹汹的，但是以黑棋目前的这种厚实的程度，他完全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能够好好攻击白棋的这么一个要求，这个黑棋是条件是不足的。所以你要想攻他呢，你要先走这个，而且这手棋是很有价值的，目数上很有价值的，下一手搬起来就这个完全可以成十好几目啊。现在白棋即便是往中央跑一手棋啊，这块棋它还也是孤棋，而且这手棋跳呢，我们基本上看白棋是单纯的防守，没有任何价值。对，基本上没有。一般来讲呢，我觉得白棋没有心情往这儿跳一个、嗯嗯，因为就算他这个，我觉得走在二路上啊，好像不太满意，但毕竟他拿着空了，嗯、是。所以白棋的这个，我想没有心情，对吧？对，没有心情。但是你不管走在什么地方，嗯、将来黑棋下一手再镇在这儿的时候，这个攻击的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先做好准备工作，这个我经常也是给棋友们聊过啊，这个拳头要懂得先缩回来再打出去有劲儿，这样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劲儿。像赵汉成他这个拳头呢就还没有缩回来，他要就直接着急打出去了、嗯、这手棋我觉得啊除了这个技术上的因素之外呢，赵汉成可能多少有点轻敌，
多少有一点轻敌。其实啊，他们两个人啊，在这个2月28号的时候，这百灵杯这个预选赛中呢，曾经相对过一盘。哦。是当时呢，对，是赵汉成获胜。啊，那也有可能心理上有一些优势。尤其呢，确实从单从实力的对比上来说呢，我觉得赵汉成要优于严欢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啊。确实从成绩，从战绩啊，就看得很能明白。但是确实我们要知道，现在90后这一批的中国年轻棋手啊，都非常厉害。但是他想才刚刚2个月呀，那不可能就突然间就是这个棋你就能突飞猛进吗？他觉得那不可能，所以说他可能就是下起来这种棋啊，他就感觉是游泳。有可能，但是这样，那盘棋因为我们没有看具体内容，或许真的是严欢那盘棋下的确实不太好，让赵汉成放松警惕了啊。但这手棋呢，确实气势上很好，气势上很好，但是这手棋操之过急。操之过急，有一些上手心态在里面。我们看白棋往下一二路一立的时候啊，黑棋这个棋就是再想对白棋进行继续的攻击，就已经一个回合过后就已经没有攻击的可能了。你现在要再想攻击，你怎么也得插二吧，对吧？对，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黑棋自己的眼位好像都已经受到威胁了。这就是攻比固我的真谛，就是黑棋他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后包。现在白棋这条交通线杀出来以后，下一手再一尖或者一路一飞，黑棋自己死得很干净，这个局面是。所以当白棋立的时候，黑棋已经没有条件再去杀白棋了，再去攻白棋了。黑棋只能从外面去防守，让白棋简单的拆二。你看两个回合过后，白棋先刺了一下，刺了一下再拆二啊。两个回合过后，白棋在这里摆了一个拆二，这棋就没法攻了。而白棋在做活的过程中啊，我们看这个立和这个拆二都有很大的目数价值，而且呢自身变厚了，是吧？这个地方跟刚才我们相比，目数上差别非常大。黑棋得到什么呢？黑棋这三手棋几乎可以说是单关，就这手棋还有一些价值，这手棋对这边有一些虚花花的影响。但是这两手棋基本上是单关，也就是说我们在进攻的过程中，我是主动的，我是拿着鞭子的啊，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挥出去。可是呢，防守一方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攻击的非常失败的地方。对对对，这个就是说，不攻不活，万一攻实木活。哎，可以这么去理解。当然还这个还没有完全活净，但是作为黑棋来说，只要让白棋立到这儿，后面白棋还有这种尖的手段啊，就是黑棋整体已经变薄了。还有搜刮黑棋的手段。如果真的黑棋眼型下边是没有两个眼的情况下，那这个靠断没准是白棋很有可能反攻倒算。对，所以我们在这要注意啊，黑棋的第一次的攻击失误呢是什么呢？是落空了。黑棋走了三手棋是几乎单关的棋，白棋走的几手棋呢都是有目的做活的棋，落空是攻击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将来攻击别人的时候呢，最好是带着目，带着收获来攻他，又因为毕竟不是吃的嘛啊。对，哎，这是第一，我们要注意了啊。然后呢，啊对，这地方还要讲一下，黑棋这个跳是恶手，黑棋应该尖是形状好的。将来要下的话直接顶在这儿比这个跳味道要好得多。可是您这个是花了两手棋，我现在我先尖先不走，那我就直接拆了。对，比如说他继续再走别的这个形状，你将来顶我也可以挡住嘛，也是扳你二子头的形状。这应该尖，他这个跳是松的。这个地方呢，赵汉成可能真的是有点轻敌，在这种地方啊，神经他绷得不够紧。这个阵呢是第二波进攻了啊，因为白棋这已经加一个立加一个拆二，老老实实说这块棋不好攻了。哪怕白棋在二路小尖，这个棋应该也很快就可以活棋，不好攻。这个攻呢是佯攻啊，虚虚的攻你两下。如果你肯尖，他挡你做活，那他巩固住脚步的同时呢，对外面争取有点好处啊。但是这个呢，好棋，这个确实是局部的好棋。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三要素啊，他选择对了好棋，但是时间和地点选择错了。这个棋现在这块棋已经攻不着了，是吧？已经很难攻了。他所的这个阵，他所期待的别人去老老实实做活呢，这是妄想，这是完全是属于一种幻想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棋的局面对于黑棋来说，应该先占一个大场，先把自己的这个地盘呢先稳稳健健的先扎一扎。白棋也不太可能再去防守了，白棋肯定要去走别的，以后看机会再走啊。他这手棋呢本身是没有什么目数收获的，他期待着白棋去简单的防守来有收获，但是白棋严欢这手棋走在这儿好棋。对，因为现在白棋已经不是想当初的那么薄了。是，这个一防守之后呢，这手棋对外面是有影响的。如果说这个子是阴面的话，这个子实际上是走在阳面上的，这手棋对外面的影响非常大啊。
那黑棋呢现在已经没法收场了，黑棋再往回走也不是办法，黑棋继续走手筋，这个点还是局部的手筋，对，但是三要素缺一不可啊，它这全走的全都是局部的手筋，可是从大局的角度来说呢，时间地点都不对啊。靠，嗯，白棋在这儿防守下得很好，再加，对，白棋这块棋其实已经走得很厚了，再一顶，对，还得硬。感觉啊，这个棋下了一圈之后啊，这个黑棋全都下在里面了，对，白棋倒扬长而去了。当白棋大跳到这儿的时候呢，黑棋这个第二波的进攻啊，完全失败，完全失败。黑棋虽然在这里获得了一些目数上，但是这个目数实际上是非常的小，非常的小，大概就得了七八目棋的便宜吧。那这个头被白棋伸出来之后，我们看啊，本来黑棋在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哪怕当时黑棋什么都不走，中间大跳一个，这个地方也是有发展的，伺机再来攻白棋这块啊。那现在让白棋走到这儿以后，黑棋的这个发展呢，本来是一个方形的空，就被别人戳破了，就这个地方的发展你这盘棋是再也别想了。嗯，黑棋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呢，只是局部的所得，确实局部下得很好，也有收获，但是呢它牺牲的是全局的发展，这个明显的是得不偿失。这就是你局部的手筋下得再好，你全局上失误了，没有抓住最紧要的东西，那你局部下的全都是好棋，它也是错的。所以说呢，这个棋啊，行棋的方向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方向你下反了，哪怕局部的招法再精妙，嗯，也失去了大势。对，但是总结一点呢，还是我觉得赵汉成这盘棋多少有点轻敌啊，他在这种就是大局上的这种落空的阵啊，包括局部的这种，没有一个特别连贯的思路。就是赵汉成他在这个局部呢，往往是下的一个局部再考虑一个局部，他没有说整体的一个全局性的一个统筹的考虑，怎么样去进攻？因为进攻呢其实是很难的啊，应该好好想一想。白棋这先点了一下，下面有活脚的手段，黑棋跳一个防守呢，倒也是正常。正常，白棋呢，延欢这地方啊，这个二路点是挺妖的一手棋啊，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跑这儿来点一个，但是这个点呢，就是问黑棋的应手嘛，脚上毕竟有一些味道。反正我觉得好像也无所谓，黑棋就挡一个，也没看着白棋到底便宜在哪儿了。哎，陈莹，这个棋啊，黑棋挡这个后来还真便宜了。后来在洗活的过程中啊，这个棋真便宜了。我所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拿黑棋粘到这儿，那我这棋有棋吗？这棋有棋吗？对，如果没棋的话，这个可就是大损啊。这个延欢也是挺有赌博心态的。本来我以为这个。那他跳在这儿，这个棋很难活。这样你再爬他退，你再爬他扳住挡，他可以扳这个。对，他如果七死八活，嗯，这是活不了的。这样一二三，这是活不了的。这得爬，这活不了。这我得告诉你啊，黑棋最担心的可能是白棋往里爬。哦，这个。但是这个棋，我觉得赵汉成可能在这儿死活题不是很扎实。跳这个，这个棋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不给大家讲死活啊。嗯。就是可以明确的告诉棋友们，尖在这儿，这个白棋是活不了的。白棋最强的手段是尖这个抵挡，但是黑棋呢就点，黑棋点完了一路跳，这个棋局部是死棋，哎，这个棋局部真的是死棋。嗯，哎，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看完节目以后自己再去验证一下，我们不能在这里给大家变成一个死活题的一个专题讲座啊。那总之呢，黑棋是可以接的，据我的研究，哎，黑棋是可以接的。赵汉成挡这个呢，轻敌，绝对轻敌。他在这儿可能就觉得味道坏，他没多想，但这地方是值得想的。从后来的结果看，延欢点着这一下，成为本盘棋获胜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后面起了老大的作用了，这个地方。嗯，好，那我们慢慢看，这是这个作用到底在哪儿，反正现在大家肯定是跟我一样没看出来啊。这个尖厉害了，这尖黑棋真不好办。他难道已经准备冲击白？那对，你看，如果你挡的话，他再一冲，对，你挡他打了拐一下，这个黑棋局部已经死了，在白棋从外面一跨断，这个太被动了，太被动了。所以黑棋呢，为了保持对白棋的这一块的这种攻势啊，他不得已只有放弃那个地方，放弃那个地方，那他走个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效率也够低的，确实很痛苦。但是这棋已经很难下了，你现在要往里钻啊，你钻不动是吗？形状自身有限，钻不动。所以呢，他要想攻呢，必须得先补。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差别好大好大。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形状，如果这样的话，看确实比刚才要美多。嗯，这个形状，我觉得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对，下不出手，下这个。白棋，先把这个吃掉。哦，这个目数太大了。嗯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真的是不甘心了，那、嗯、觉得我这个把吃成这样、嗯，然后这边呢，黑棋也没得到什么特别实在的利益，所以必须
要开始对这块棋猛攻下阵，靠这个。这个时候呢，应该说黑棋的这个第三波的攻势啊展开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赵汉成他的这种思路啊，他脑子里已经有点乱了，已经不清醒了。因为他开始的这两次吧，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主动进攻，但是现在呢他是被动进攻，他遭受了这么好像是这个严厉的创这个打击之后啊，损失很大，对，所以他必须要使出全身的劲儿来卯这一块儿，他再不攻的话，他觉得我这个损失都是白白的，那不行。确实是。那这手棋呢，我倒是觉得这手棋还不错，我倒挺欣赏这手棋的。白棋呢，由于自身不活啊，这种扳啊反击啊什么的，确实也有担心，所以白棋冷静的是长。那是不是就这么一路贴过去了呢？对，但是之后的这个黑棋啊，我觉得真的说好听一点是头脑不冷静。说严重一点，这个棋黑棋这时候赵汉成有点理智上有点没控制好了。这种跳点哪是能轻易下的哦。对，我觉得这个被人家这一冲，对，这个被一冲一走以后，他当初这手棋的交换都变成大恶手了。这两手棋的交换就真的用棋职业棋手们的这个常用的语言来说，这真的不叫围棋了。这个太恐怖了。我觉得一定是赵汉成的老师太仁慈了。因为如果当时我学棋的时候，如果是有这手棋的交换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我能问问你的老师是谁吗？这个我你小心他看到节目以后他记住你啊。没有，这个交换我们老师是说一定让你记住这手棋，这样的棋是不能下在棋盘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正解啊，其实靠完了以后真的应该如陈英所说的贴，对，我觉得就这么贴下去，贴这个好像也是四四方方的，对，飞下来。这个棋如果真这么下还早，虽然黑棋形势确实是那边受了很大的损失，黑棋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白棋在做活的过程中，黑棋这边能围起一个大空来，这棋黑棋真不见得输，对，还早，也算是有所得。赢一盘棋不容易，想输一盘棋也真不容易，尤其是黑棋在之前呢没有下出那种特别明显的死一块棋那种类型的恶手啊，所以慢慢下呢或许还有机会。我就看这盘棋的过程中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赵汉成他这个前后的思路啊很多地方都不连贯，在进攻的时候呢不该进攻的时候走出这种很猛烈的进攻，但是该拼搏一下的时候呢又很简单的就退让了，下到最后的时候呢，在这个局面明显还不到那种鱼死网破就是要孤注一掷的时候，赵汉成又对局面啊判断得太悲观。对，但是他这种进攻，这个明显就是想拼了。对，他这种进攻呢本身有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白棋在防守的过程中啊，每手棋走的形状都很好，这个还可以不谈。黑棋走的这个一二三四五这几手棋完全没有收获。对，现在看这手棋简直是太恐怖了，这手棋有什么用 啊，都走在里面了。这手棋看上去有冲，但是由于这地方形状不完整，你也不太可能去吃这十几目棋。对，吃这十几目自己其实也损失了七八目。是啊，等于黑棋在走的都是一些单关，然后白棋在走的这种跳呢全都是每手棋都走在了价值非常大的地方，所以你一边攻击啊一边是毫无所获，白棋一边防守呢一边都是带着木在防守，这个棋下着下着啊发现黑棋就已经不行了。对，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棋局下到这儿，没准赵汉成的这个心态上边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开始的觉得自己是这个高手，对，这个心态，这个遭受了这么几次重创之后，他发现好像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得非常好，陈莹，实际上对于每一个职业棋手来说呢都有过这种心路历程。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跟自己比自己小名气不如自己的棋手下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非常放松，觉得那个怎么下都能够优势哈，下着下着发现一只棋要吃紧了，一下又从非常放松的状态呢变成了这种非常紧张的状态，这两个极端都不好。就赵汉成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开始很放松下这种棋很潇洒啊，但是没有目，当发现形势不好的时候，这种靠完了点啊包括这种点都是很损的招法。就是现在我就觉得这黑棋的子怎么好像都不在位置上。对啊，走着走着白棋活都活到黑棋的潜力里了，甚至可以说是活到黑棋的空里了。而黑棋走了半天，你看收获在哪里呢？几乎没有收获。这地方看上去能吃，但是黑棋冲一下，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又发现这棋不能再继续吃了。再继续吃怎么吃啊？只有走这个，人家叫吃一下，对，你还不敢接，你接人家粘了拐下去没有收获，你还只能走这个。这个提三下都是先手，提三下你还得补棋，然后人家这边再一打拔你才吃十几目棋，这边还付出那么多代价，这棋黑棋就大败了。对，就大败了。这个有点其实得不偿失花一手棋。
就输飞了，这样下。所以他这个他又不敢再冲过来，又不敢冲，他走这个，吃这个。哎，这种棋呢，都是大单关啊，为了攻别人下了十几个大单关了已经。这棋如果要是在这块攻击中不能得到特别明显的收获，这棋胜负就已经也没什么悬念了。但现在确实，如果这个时候，王老师换您来下黑棋的话，我觉得白棋好像也不太好攻他吧。换我下，我可能准备认输。这个棋太难下了，没有斗志了，已经。对，确实，他前边主要换我下，我绝对不会下这个跳，这个跳松松垮垮的，实在不像一个一流棋手下的棋、啊，我肯定会见在这个。那现在就是说，对于黑棋来讲，已经是黑棋的残局了、基本上是要绝望了。他这个棋又是一步特别不能让人理解的棋，就是这手棋完全有愧于赵汉成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啊，这个棋有失水准，这个棋有失水准，你不走是没棋的吗？不走，他顶多就是吃一下，这儿有半只眼，可是这半只眼他又不能随便做，你这个棋是有先手味道的。那你这个棋现在马上交换掉，完全给这个严欢表演手筋的这么一个好时机。对，现在就是这个，为什么先点一个这个好处就看出来。点一个多妙啊！他现在断一下，对，考验你没有选择，你不能吃。你要如果吃这个的话，我这个已经没有断点了，对，这个、我先手连了，棋垫到后手了，所以他只有闭着眼睛接上。接上以后，这个子就完全有用了。然后再顶一下。那下一手我怎么怀疑他看错了？我也觉得他是看错了。他这时候应该还是接上算了。对呀、啊，或者接或者冲这个。无论走哪儿，我这边也只能这么补一个。挤这个，我觉得这个盘棋张焕成确实下的也很有问题啊。让严欢这个频频表演手筋、对，这个棋呢，黑棋稍有所得。就本来你黑棋单接的话，白棋可以接在这儿，白棋可以接在这儿，这个目数上稍微差一点。但是被提一个，可能黑棋也就得了一两目棋这个手段。反正我就觉得这个铺一个让严欢表演手筋。黑棋强行进攻，哇，这先手打拔太舒服了，这个简直无法容忍的舒服了。对啊，那这个打拔完了之后，那黑棋为什么还要再继续下单关？那他不利，他没棋下了呀，他这地方走了十几个单关，已经没法再他收，这时候已经收不了手了。嗯，他已经走了十几个单关，他这时候收手已经没有办法收手了。那就将单关进行到底，对，我觉得只能是这样。将进攻和单关同时进行到底。现在白棋挡在这儿以后，我们发现这几个子啊作用是太大了。应该说挡到这儿以后，黑棋再想来攻白棋甚至杀白棋呢，就已经完全是痴人说梦啊。他这种点发起最后第四波进攻，前面的进攻全都失败了，这最后的进攻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白棋这种跳完了以后小尖，看出严欢在这种局部的计算啊，确实挺有天分的，下得很不错哦。他就好像对于形势的判断就是活了就行了，活了就行，也不用再跟你拼命了。对，而且呢，这个尖完了以后，确实这个扳很厉害，这个扳一下以后，黑棋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黑棋不明显不能断，断人家一退，这两边都没棋，就这两个死了就已经死了。不行，明显不行，所以他这地方只有忍耐。然后人家再粘，再粘的时候，本手可能黑棋只有虎，但是这个被白棋扳粘一下，活到里面，活的又太大了，活完了以后，黑棋的味道还不好，所以黑棋这地方只有强行的去扳接。这个扳接呢，确实也是感觉赵汉成真的是拼了。我觉得这盘棋好像是一个这个引狼入室的。引狼入室，这个顶的时候，黑棋已经不能挡了，挡被一挖粘，这些全死进来了。所以他只能再虎，但这个头被拐出去啊。这黑棋惨不忍睹的一个局面终于要出现了。对，这怎么攻着攻着全都攻击到自己家里来了，是，然后这个木就顺其自然的就都没了。白棋还有木，黑棋的木又特别少，而且这个拐出来之后发现黑棋自身要出问题了啊！黑棋现在去掉一个，哎，这时候黑棋必须得走点木了，白棋跳过来，现在开始白棋反攻黑棋了，这个很厉害。现在黑棋如果不拼搏的话，木不够了，攻了半天还是那么多木，没有什么收获啊。现在白棋尖一下，逼黑棋一路拐回去。哎呀，这个棋看上去，这个也够痛苦的。顶一下留半只眼，下得很细腻。这个棋黑棋攻了半天，最后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命运，要一路拐回家。对啊，而且现在这边呢是轮到白棋说的算了。对，白棋开始反攻。白棋反攻，黑棋这个飞的时候呢，白棋这个定真的是够冷静的啊。其实走凶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就真是杀在上面，或许就把黑棋杀了。估计我觉得现在这个两个人的心态啊都产生了变化。是，严欢觉得我这个棋我稳拿了，所以说他要下的稳当一点。确实他是要稳拿了。这个赵汉成要拼命。对，赵汉成虽然在中国的这个围甲联赛中啊，今天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中出现了很多场，出场了很多次，但是可能跟严欢
这样的年轻棋手的交战不是特别多，因为他老当主将，对，一般都是在主将的位置上、嗯、他的对手都是他认识的、嗯、他见过的，哎，对，然后确实他的成绩非常好，他战胜了很多中国的这种八十年代的这种一流棋手啊、嗯、等级分前几名的，可是他跟这种我们的九零后的年轻棋手交战呢，心态上啊可能真的有点失衡，一会儿是觉得上手意识，一会儿又觉得哎呀又不够着急了，拼了、啊、对对对。那这盘棋呢，从收放自如的角度上来说啊，赵汉成做的是太不好了，太不好了。现在呢，其实这个棋啊，从职业棋手的眼光来看，是胜负早已分出啊。黑棋呢，现在完全是进入了一种搅和拼命的，对，瞎搅和，这个瞎搅和的状态。白棋呢，就是在用这种最稳健的手段，争取把黑棋给拿住。啊、对，嗯，争取稳稳的迎接胜利。嗯，那吃做个劫，嗯，那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呢，无忧劫，基本上是无忧劫，嗯。然后黑棋找一个劫，这个确实还是劫台底。对、嗯，然后提过来，然后白棋也就、嗯、我不跟你打劫，你不是要打劫吗？嗯、你赢了这块。对，其实早知道这个完全可以稍微保留一下，这个可以当劫材来那个稍微等一等。对，啊、主要是白棋比较稳当嘛、嗯嗯。对，没关系，现在就接回来，接回来也可以。黑棋这个时候啊，非常亡命。对，黑棋这个时候其实当然他轮他自己处理也不好走。他活他总能活吧？对，也就最多也是打劫活，他总很难做成进活。嗯，他虎一个，比如说我什么漏一个，你再粘上做活，我再往里跳，这棋黑棋也是大败的局面，所以黑棋干脆拼了，这棋自己走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的局面，他居然脱先了，非这个，这确实是很亡命。对，这个就拼了，嗯、也有可能呢是找一个认输的台阶了。找一个认输的台阶应该是，白棋脱呢是抓住了黑棋没法退让的这么一个心态啊，这几下先手交换之后，那就白棋劫都懒得棋了，白棋直接弯在这儿要求杀你了。嗯，这个棋黑棋确实走到这儿的时候，黑棋已经山穷水尽了，基本上白棋这个跳也是好棋，现在这块棋白棋已经活净了，你这种点的穿断也不怕了，全都厚了，全盘感觉都要连成一块儿了。黑棋呢手法很俗，但是这个时候也没辙了，也没辙了，粘上全都下的最俗，然后再贴，哎，贴其实这时候我看走别的也死了，就稳稳当当，他就退，哎呦、嗯、他这个下的真的是太稳当了，让黑棋有一个打劫活、嗯、对，这个棋打劫啊，黑棋真是太可怜了，打进来走这个走这个，然后他要先粘，这个粘其实不粘也没关系，就直接先打，你团皮的时候，但是这个粘就不是劫材了，人家一消劫啊你是跑不出去的，你搬他退你走他拐，这个棋是跑不出去的哦，那所以他就先粘一下、哎、他先粘，先粘呢其实是损的，如果死了就损了，先粘完了以后他再团，不过白棋也看出来黑棋根本就没什么劫，对，黑棋这个时候的劫材呢已经非常难找了，这是一个本身劫、嗯、本身劫，然后棋过来之后啊，这时候黑棋真的太可怜了，白棋居然可以找这个劫，对，这个劫实际上是一枚巨损无比的劫材，对，这一粘、嗯、我这一粘完了以后下一手留着这个叫吃直接死了，这手棋的劫材是损实木的劫材，白棋如果不能够说看清已经把黑棋全部净杀掉啊、嗯、这个劫是根本不能考虑的，对，对于职业棋手来说，但是现在这盘棋的这个形式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当白棋冲完以后再提劫以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啊，一般来说死这么一大块棋都还有一些本身劫，嗯，当这个黑棋找完本身劫以后，黑棋居然黑棋没劫了，一个劫都没有，这个大龙就全都这么死掉了、嗯、所以当白棋提这个之后呢，黑棋就认输了，对，颜欢呢是特别痛快的、嗯、报了两个月之前的一箭之仇，对对，这盘棋呢确实，虽然赵汉成呢我们强调过几次他在进攻的这个节奏上啊和分寸上掌握的都不好，但是确实颜欢在制孤的过程中，像这种手筋啊包括到最后杀棋的过程中，这种出拳非常的精准啊、嗯、确实证明了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一位年轻棋手、嗯、对，也希望呢我们这个更多的年轻的小将呢出现在这个国际大赛，或者我们中国的这些围甲联赛这些舞台中，希望他们这些小的九零后的小棋手能有更出色的表现，是，应该说现在的土壤是足够了，只要用功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嗯，好，那今天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好了，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棋牌乐呢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棋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